狗狗唔识讲嘢，病咗唔舒服，表达唔到，咁就要靠主人细心留意狗狗嘅健康状况。四季气候变化容易令狗只患病，好似春夏常见嘅牛鼻热同支气管炎。除咗季节诱发嘅症状之外，狗只都有可能患上喺人类身上常见嘅湿疹同牙周病等等病症。当遇上自己宠物患病，主人应该要点应对？狗病痊愈，收录十大狗狗常见疾病，综合注册兽医专业意见，由预防、诊治到护理，各个步骤都有详尽解释，深入解构狗狗嘅疾病，仲有狗主必知嘅喂药同埋家居清洁贴士，一击即睇，同你一齐守护狗狗健康。我哋喺动物平台等你，喵。